海外族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人太少了，对，所以就是看你们有没有人愿意来帮我们这个问题。那你真的是选对了，我跟你讲，我们这组各个女的都堪比男人。我需要几个女生过来？三个，三个女生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我们三个玩。Okay, okay, okay. 可以吗？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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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。你们觉得直播没有关系，但是我们想要有一个那种运动的精神。我觉得友谊第一，比赛第二，给你三个人真的没有问题，但你必须得给三个腹肌我们看。Yeah. 腹肌，我们要看动态的腹肌，你懂吗？要拿起来做胃口。对对对，动态腹肌。哇，我到你了，再失败。欢迎嘉宾，感谢你啊！那个北边的姐姐交给你，北边的姐姐交给你。你还不够啊，不北部。我看到疤痕的对象。我知道。啥意思呢？是有人 Q 我吗？刚才？哎，宝贝儿，咱们组队员没啥表示吗？哎，不是，没有人拦，没有人拦了你们浪姐吗？我们有了他，就是骗人。你睡得好好的，对呀、啊，真的是。你帅的出身可以，我一定会来找你的。北边的姐姐交给你，我一个去吗？我们四个，所以他们四个可以漏得去吧？来抱我呀！就是要抱也比较方便。咋的？就带我呀？把杨子姐抢走了，快去走走呗，他看着挺蹲实，其实不一定有用。三里去，买家抢，三里去，姐姐，走吧，看吧，选你了，下一个。我们拔河实力肯定是最强，我们选女孩都是比较重一点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们在我心目中都是很美，但是我就说实话。那这一次就麻烦你们三位了，请加油。